这就是来自于中华队的吕恩典，亚洲锦标赛的第5名。 同样也是向前翻腾，一直往非常好。开场呢非常不错，入水的时候腰稍微有点松，不过起跳和空中姿态都很好。特别呢是它的这个弹跳高度非常好，我们看到正好呢是利用到了踏板的重心，而且空中姿态控制的相当好。 哇哦，得到了7.5分的分数。